姑怎样叫？当姑是这样叫。咖喱的奶茶。他们是不吃肉的。What happened to you? You live your life wrong.、啊、you live your life wrong.是我眼睛蒙还是画面蒙啊？你老花眼了吗？惨哦，我眼睛是什么？老花眼咗啊！要洗咗啊！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靓仔，谢谢朋友们的，哎呀！哦，你要做那种闪电的效果是？我们今天来开箱试吃。哇，今天就是我讲的那个特别的那集。哪一个？上一集讲的。哪一集？现在在考你。我们开箱试吃哦，从来都没有照顾过一群观众。哪一种？就是吃斋的观众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开箱吃斋的人也可以吃的东西了。为什么要吃斋呢？可能他们一些信仰的问题，所以是不吃肉。他们吃不吃肉了 ？What happened to you? You live your life wrong. You live your life wrong.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做一集是for斋的啦。哇，寄来的哦。嗯，而且重点是自热锅，然后它又是摘的哦。真的是 live your life wrong.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 哈哈啦啦啦，唱唱唱唱啦！哇，冰冰卡了这样子。What the fuck？ 哎 ，sorry， 这个好像不像哎，你到底是谁？哎，这我拿错啊，我这样应该是这个了嘞。鸡蛋羹，像这个有要开吗？没有，这个是拉面。这拉面啊。所以太多人寄来东西给我们了，开什么鬼？这开妈妈危机啊！你看，浪美味的素食随手可得，妈妈危机。这个人是 live your life long 啊。So you go your life just eat leaf. Got tree behind you, go eat the leaf. He hate vegetarian people also. Oh my god.可能是信仰问题嘞。到底是做梦不要吃肉嘞？他们这些人会想要吃肉的吗？我觉得会嘞，但是又逼自己不要去吃肉。因为他们有摘鱼、摘虾、啊、摘鸡肉的哇。真的是 live your life long 啊！哇，锵锵锵锵！你都已经想要吃了，基本上你跟肉食动物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这些吃摘鱼摘虾，虽然他没有吃到鱼跟虾，但是他时常犯罪啊，他已经犯罪了。所以你们还是吃啊，不要这样委屈自己。这是什么歪道理？所以这边有三样自热锅的，更加美。正宗巴古德，你是摘就已经不正宗了。看起来好像有肉圆啊，猪肉、牛肉这样，哇，还有木耳这样。哦，那肯定是摘的。咖喱 rice 哦，哇，咖喱没有放肉了。有肉了，只是它是摘的肉了。这个应该是零食来的啦。我们先看这个东样的先。有一个名片。这。叮叮叮，这个是我老婆在 Shopee 买的啦，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去她的 link 那边啦。啊，然后有一个面，哇，好像可以耶，这个面啊，没有了哇。哦，还有，这个应该是蔬菜包，嗯，蔬菜包。这是 sauce 的 pack， 好，下水。接下来我开的这个是咖喱的 rice 啊，下次可以做一个 egg fried rice 嘛。Egg fried rice only have three ingredients.Five and rice. Okay, okay. Niece and nephew, today I want to try this curry rice. Hiya, Uncle Aya love egg fried rice. This is curry rice. What happened to you? Why all vegetable? Hiya, you live your life wrong. So sad your life. You live your life like that ah. No color, you know. No taste. Wow. Yeah, taste 看这个嘛。哇，它的东洋 taste。哇，很香哦。那、啊、这个就是摘的这些咯。哎
哎呀，还真的有这个哦！哇哇，很香一下哦。Curry Life 里面就只有这个。Let's open， 麻酱不累哦。哇，很香哎。Very nice 啊。最后一个 Bak Kut Teh， 里面有什么呢？一包面。哎呀 ，Bak Kut Teh 吃面就不正宗了啦。You live your life long 啊。You have my make 错错啊。哇，很香，很可以耶。哇，这个有竹笋耶，我唔要。咦，竹笋的味道 ？What happened to you 啊 ？Bak Kut Teh 冇竹笋噶。所以这些都要加水的哈，不是这样子煮爆哈。我好戏不是很期待的嘛 ？Baby girl， come here， come here， baby girl， come here， baby girl， come， you stay here， you good， we good， everybody good， a good girl， sit， good stay， 我等一下给你吃Bak Kut Teh的，可以吗？可以啊。哎呀，所以要等一个十到十二分钟。好，接下来就是这个。嘿，这个是摘的手动来的，吃就懂了。接下来我们打开，什么来的？像小包，像大包吗？炸到长像小包。手动是摘吗？手动不是摘啊，它只是做成很像手动的味道而已。哇，这样修不能很好修嘞，很像我狗饼哎。是手动的味道哎，哇，很辣哦。嗯，它是 spicy 的。如果没有注意，没有注意，让它这样以为是鸡肉丝这样。是，它其实就是肉丝了，只是它是烧东西。我觉得我们本地吃斋的人哦，很多都因为信仰，可是在外国吃斋的人哦，都是健康。不是，哦、不是，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跟那个好像保护令这样子，不可以杀生这样啊。我姐姐好像也是这个，所以她也不吃肉啊，不吃肉。哎呦 ，You live your life wrong 啊 ！What happened to you？ 我很多外国都是这样，那个猪是。不懂怎样啊，活生生这样，哇，丢进去炉那边煮它嘞，煮一直在那边跳跳跳，哇，可是没有办法哦，从以前都是这样，因为没有别的方法，给他们没有这样辛苦，没有别的方法，因为你杀它就是一种残忍。好了，所以还是吃斋了。啊，你还是不要看这样多这种，看两牛吃不下，很正常的哦，你只要吃了它过后，你基本上不理它是怎样子。我们还是会吃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饮食还是要均衡，你单吃蔬菜可能就少掉一些营养，我不懂是不是真的啦，你们可以告诉我是不是可能吃斋的话它也能够营养均衡，我就不懂啦。有什么植物类的东西是可以代替肉的营养成分，你们给我们知道一下啦。你讲鱼很多营养，其实鱼也是活的，又不觉得很残忍吗？ No. 有没有听过猪八戒？猪八戒取西经的时候也是吃斋啊，对，但是他还是这样营养。天蓬元帅，你才天蓬元帅，我是天蓬元帅下凡之前，也是下凡过后也是猪八戒。哎，我们没有评这个粉，这个不差嘞。没有，第一口的时候就觉得怪是怪怪的，然后可是你咬咬咬咬咬过，哎，很爽这样，还 OK， 但是又没有到特别好吃。是，那我给他2.5分。我也是给他2.5分，中规中矩哦。比如说，你叫我特地去买，我不会。如果家里有一罐样，我可能会吃完，因为剪片剪片的时候就拿咬咬一下，咬咬一下就咬完了。或者是吃粥的时候配，因为它很重口味。初一十五你们吃斋的时候啊，你们就可以煮一碗白粥，然后丢进去，这样配粥吃。泰克鸡排，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是在1月的话呢。就代表我们那个鸡排10块钱的 promotion 已经过完了，所以我们现在鸡排就回到原价11块钱。然后将来呢，以后有做什么特别的 promotion 的话，又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的话啊，我们会再次公布啦。然后我们那个台客鸡排大胃王已经有参赛者去参加了。哎呦，开玩笑，有一个用16分钟啊！哇，这样厉害？没有很厉害，因为他用16分钟就投降了。16分钟，他只吃了1片半。16分钟一片半啊，一片半，我以为哇16分钟完了啊，然后他再拍下一点，那16分钟一片半。如果真的是称得上大胃王的话，你少少都要5片，你才叫大胃王嘛。我们不是大胃王 level 的，我们一片其实已经是很够，因为我的那个鸡排的分量还蛮大的，200多克嘛。我这样我发现一件事情，那个水这样子吼，吃掉1kg多哎。哎，是哎，肚子是这样装。可是重点是6点之前他就讲他已经在吃第二餐。哎呀，你们再不去挑战呢，就给他拿掉了。我跟你讲，挤得上前3名哦。OK， 至少都有拿到一点奖金嘛。
过呢，还是真的是有一些新的人去挑战成功啊。嗯、有一个已经赢了我们的厨师，哇，我们厨师23分钟嘛，啊，那另外一个22在巴肚的，还是有人吃得完呢。如果再专业一点，他们可能更快。碰这些吃完这些鸡排的人，以后应该是不敢再碰鸡排了。一年，就十年不碰。你看我那个跟董梅多吃了那个鸡腿过后，我到现在都没有吃鸡腿。哎，太可怕了，这个。妈的。哇，我们吃肉骨茶先， yeah, 吃一点面，一点它的料了。嗯、okay, ，不要，我要先喝。哦，我操！我帮你拿了。哎，过来，哇，很重哎，那个菇味其实所谓的假肉来了，斋肉了，假肉。这样是不是假肉？假肉就好像钻石，有另外一种石头，它很像钻石，但是它没有钻石这样坚硬，那种叫锆石，人家也是讲它是假钻石。哦，那这样这个同样的道理，假肉。我们试吃这个肉先了。啊，嗯，不喜欢。我真的不会吃斋嘞，它那个味道很。很搞味呀！ Yeah, 我嗅到竹笋的味道。没有啊，可以吃的啦。它是像面粉这样、啊。我不喜欢，因为有很蘑菇。Baby 哥，看，如果连 Baby 哥都不吃的，那这个不是真肉来的哦。你看，连 Baby 哥都不要、啊。好了，我来吃一下它的肉了。哎，我这种人应该是吃狗粮的，它里面的菇味太重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菇的，尤其是冬菇。因为有些肉他们是用菇来做。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是要问我，还讲你又做杏鲍菇，杏鲍菇没有那个味吗？哦，是。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为什么我这样讨厌菇？有原因啊。你好像讲过哎。有没？你爸爸逼你吃菇。哇，你气的。我突然想到哎。我不吃就不吃啊，就我要逼我吃，干念了咯。现在很讨厌菇。你不吃我就来试试看那个菇的味道，就是它菇蛮不错，有点像新鲜的菇这样子哦。哇，我没有想过这个巴骨茶可以这样甜啊。哎，很巴骨茶一下，可是很甜哦，感觉好像在喝糖水一样。我夸张了，太夸张了，还是有一点咸味啊，有点太夸张了。我也觉得太夸张了。吃一下它的面，我看它的面好像很清脆的感觉，我试一下。我这样看好像没有很好吃的，看，视觉效果没有让人吸引。可以，它不会粉粉这样，它还是有 Q 弹性的。你懂少掉什么吗？茶味。是是是，茶香味。来，给分。这个我不吃的东西太多了，两分，觉得应该是三分。来，下面一位，锵锵锵锵。哦，东亚嘛，哇，还有这个嘞，这个你可以。哇，有马铃薯哎，哇。你不要再搞哎，等下又到我哎，少一点，少一点，我还吃了了嘞。你个死恶魔，你下地狱了，你等下。等下阎罗王问你，你今天怎么来这里报道？因为我逼他吃。这些你应该就不吃喽，这个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些肉是一样的啦。哇，那个东亚很香啊，讲真的，色香味色就太海海哦。海海是什么？海海，海海，很鸟啊。哦，客家话，这是山东话。哎，不过它色真的是还好而已，香，不过它真的很香。它的肉我们就不试吃了啦，刚才已经试吃了，我们吃吃它的蔬菜。来，再试一下那个它的汤先。哇哦，有酸嘞，这个可以嘞，可以再酸一点，淡淡嘞，不是很够味耶，还没有嚼到呢，嚼了嚼了 ，OK， 来，是真的还没有嚼到，够酸够够味啊，吃一下 potato， 哇，软软这样的，嗯，它菜都不错哎，好好吃 potato 就好，是什么假肉？其实我认真讲哈，吃斋的人。真的可以吃这些就好，可能每次吃菜吃到太闷了，就要有一点这种斋肉这样子比较开胃啊。可是其实我觉得吃这些菜就很 OK 了的嘞。如果你是吃斋啊，我真的建议吃这些咯。哎，这个可以耶，我以为是绵绵的嘞，可是它还蛮脆一下哎。它菜都 OK 吗？它面就一样哦。好美味，哇，真正是八戒咯。金加喜是韩语，巴格罗是日语。很多你巴格罗，キモキモチ。来评分，3.5分。所以我可以给到4分。但是我还蛮满意的，这个是推荐。目前呢、啊，目前下面一位咖喱的 rice。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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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Sudasi, Sudamasa, 啊？又不买我。西格兰，你妈讲诺亚有刀诺亚？哇，这个，这个是咖喱啊。哇，很香一下啦，其实这样子秀。首先我先带一下这个饭，饭原本的味道。哇，这样绵的咩？饭绵绵的哦，放水放对了，来试一下。吃一点咖喱汁是。哇，这个可以啦。哦，那咖喱汁很浓哎。哇 ，this one is good 啊，富油。我觉得它的肉是跟海一样的啦，你试一下有咖喱这样掺住会不会比较好吃？嗯，真的是盖掉。你来煮汤就完全吃到那菇味，菇怎样叫？当菇是这样叫。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吃法，把柠檬盐酸再加咖喱阿三咖喱拉沙这样，它的咖喱香。我们再放一点柠檬下去。这个可以，这个我来 comment 啊。我吃一下它的马铃薯。哦，它的马铃薯都很软哎，你咬下去好像是薯泥一样。这一口就可以定胜负了。Everybody, itadakimasu！ 啊，好，这个更开胃啊！来给分，进行评分，四分。哇，这个我可以给到4.5分，因为真的很重口味。这真的是 OK 了。第一呢，它的饭呢，如果你放对水哦，咬感是好吃。是。它又加上这个咖喱的炒下去哦，这里的白饭都吃得完。我是觉得以斋的口感来讲的话，它能够做到自热锅的话，我觉得很厉害。如果你们是吃斋的话，或者是你们不常吃斋，然后初一十五又要吃斋很麻烦的话，我觉得这个很 recommend 哎。反正你们就是顶一餐或两餐饱嘛，好过你们吃麦吉面，好像没有差哈。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你们可以去 shopping 它的 link 那边啦，我应该是会放 link 在下面啦，这个不是业配啊，这不是业配。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你们就去尝试啦。所以今天就介绍你们这些斋的自热锅，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